来来来，开饭啦！怀疑你今天怎么做这么多菜呀、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妻子于西第一次到咱们家来吃饭嘛。谢谢阿姨。哎，老爸高兴啊！哎，以后啊，我们一家人呢，都要在一起吃饭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干杯！好。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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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爸，我就不喝了，我不舒服。哎，我们干杯！干杯！哎，来吃菜吃菜，好吃菜，小鱼，谢谢阿姨。哎，佳佳，把碗给我。没事吧？好着呢。啊，吃啊！好，谢谢叔叔。好，这个菜好吃。好。哎，云溪啊，哎，你和佳佳有什么打算啊？我有什么打算呢？他都听我的。哦，对，我都听佳佳的。他怎么说我怎么做。哎呀，那就好啊！你知不知道，听老婆的话，来，小鱼有大好前程的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来，好，我有套房啊，就要装修好了，过两天就可以搬家具过去。哎，你们随时结婚，随时搬进去啊。什么呀？你不会告诉我，你们不打算结婚吧？不是，叔叔，你那计划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不快啊。你们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了嘛？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对，早点结婚，早点生孩子。哎，趁我和你阿姨还年轻啊，可以帮你们两个带孩子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过两年我们动都动不了了，就没有人帮你们带孩子了吧？这么说，是有点道理啊。你觉得呢？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都凉了。好，吃吃，快吃，吃，赶紧吃饭。玉溪，我现在不是催你们结婚，哎，你要知道啊，一个女人生育的年龄最好在24到30。年龄一大了呢，就很危险的了。佳佳啊，你是医生，你最清楚了。一个女人生育的年龄是不是24到30岁最好呢？啊，老爸，你真时尚，连女性最佳生育年龄你都知道。但确实是这样，大龄产妇啊，不但会增加罹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几率，连胎儿畸形的几率也会增加。看见没有，医生说的话的确不同啊。这么晚谁来啊？啊，老爸，我来开。玉溪，怀疑我来开。所以说，这生孩子要趁早啊！你看，佳佳年龄也不小了。哎，小申，怀疑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不用换了。对对对，不用换鞋了，进来。哎，对，怀疑给你拿个杯子啊。好，怀疑。叔叔好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。老爸，我叫他来的，我有事要宣布。说吧。老爸，我怀孕了。孩子是他的。我。哎，叔叔，你别！哎，叔叔，你个混账，走！不是那个叔叔。你走不走？老爸，走走，叔叔，叔叔，哎，走不走？冷静，冷静，叔叔，别动，我你，叔叔，冷静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拦着我，别走啊，叔叔，叔叔，放开呀，赶紧走，冷静，走了，走了，叔叔，老唐，不要拦着我，不要拦着我，叔叔，哎，老唐，你干嘛生这么大气呀？消消气，消消气，来，给你倒点水，叔叔，来，喝点，不要倒，哎，你干嘛生这么大气呀？玉溪，我叫你无妨，真是失礼了，失礼。没事。老唐，今天小姨在这儿，我也说句实话吧，佳佳和小申是真心相爱的，你这样棒打鸳鸯是你的不对。我看不上他。哎呀，
那你看不上他是你的事儿，佳佳将来跟谁过日子，是跟你过日子还是跟小生过日子啊？我觉得于西比他好。你觉得于西好，那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于西更好的人呢，就算你拉一个最好的，那佳佳不喜欢呀。就是叔叔，我真觉得申医生人不错，第一他特别有责任心，第二呢他对佳佳特别的包容。于西，你真觉得他们俩在一起合适吗？我真觉得他俩特别合适。你看吧，你看吧，小鱼都觉得他俩合适。佳佳是真心爱小申的，而且小申也一直在努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别生气了，现在他俩有孩子了，别生气了，咱俩就等着抱孙子啊。你先别说话。于西，哎，我来问你，他们俩是不是一直在一起？好像是吧。就是你早知道他们没分开了？我就知道一点。枉费我这么信任你，不是你竟然也来骗我啊！你走，你走，来，走啊你！走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哎，于西，你赶紧走，说，滚！老唐，你走。老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生这么大气、啊！他欺骗我吗？啊，我这么信任他，他骗我！你别生气了，气大伤身。别生气了啊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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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慢点，慢点。你爸不会追出来了吧？不会，他太爱面子，肯定不会把脸丢到这儿来的。喊不动了。你怀孕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你想当爸爸呀？当然了，咱们儿科医生每天跟小孩子打交道，多想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孩啊。以后一定会有的。以后？我没怀孕。你没怀孕？啊？你没怀孕为什么说自己怀孕了？我不说我怀孕了，我爸能接受你啊？跟我回去。哎，你干嘛啊？回去跟你爸说清楚，我不去，就说你搞错了。不去，你必须得去。你看你爸气的那个样子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到底为了谁啊？他都让我跟于西结婚了，我没办法了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我都豁出去了，你还骂我？我那不是因为看你爸他难受吗？我也难受。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我不该吼你，我错了好吗？你说我爸会不会晕过去？应该没事的，于西还在上面呢，如果有什么事儿他会给咱们打电话的。好了，对不起啊老婆，没事啊。怎么了？睡不着？嗯，在想你爸爸的事儿。佳佳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爸爸的事儿吗？
考大学的时候，我跟我爸狠狠地吵了一架。我跟他都是那种脾气特别倔的人。他说，你小子要是敢考医学院，那你就再也不要回家了。当天晚上我填完志愿表，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。你后悔吗？我不后悔，但是我很难受。我每天都会想我爸爸，我想回到他的身边。所以佳佳，我真的不希望你跟你爸爸变成像我这样的，特别是因为我变成这样了。